想当美人鱼不简单，除了比美，还要比气场。去年有第一届的人鱼比赛，讲求一口气看谁可以游最远。准备我自己大概花了2个月的时间，从呼吸啊、心肺啊。这是多长的距离？25的吗？25，我游了58，好厉害！一般的男生肺活量是3000到3500cc，女生的话2500到3000cc。如果经过训练的话，肺活量可以到5000到6000哦。周六周日下午5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